忠孝仁义礼义廉耻，你同家姐两个由细到大优胜庭分，你哋大家闺秀，要端庄正牌，你哋又系爹哋嘅掌上明珠，爹哋连打都唔舍得打你哋，你哋仲要俾钱去俾人绑住参加啲色情活动。我知道一时之间你好难接受，但系我真系好希望你唔好戴住有色眼镜去睇佢。你话我古老又好啦，我希望你揾啲咁嘅玩意之前，你好好地咁考虑一下家族嗰个声誉。第一，我冇犯法；第二，我冇滥交；第三，呢件事完全都冇影响到我嘅工作，我对得住我自己。我冇丢到你家嘅家。妈咪是担心你啊，好彩嗰啲相俾我影到啫。如果俾传媒影到，佢登咗出嚟，咁点啊？你知唔知道一张相可以毁你一生啊？你仲要嫁人噶？我唔要求你理解，但我都想话俾你知，就算你反对，我都会坚持。以后如果我哋嘅家族名誉因为呢件事而受损，我一定会负上全责。